为大 S 登台再续前缘，比台北最贵防疫旅馆一晚8000元。来喽！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，身披金甲圣衣，脚踏七色云彩来娶我。哦，我是谁哟？韩流始祖酷龙的成员具俊晔3月9号来台再续前缘了。上午约莫11:18，具俊晔从仁川抵达桃园机场，搭乘专车前往环宇商务中心，花了将近50分钟进行防疫裁剪。出关后最重要的热线你和我也给准备好喽。不好意思哦，学姐，我接一下电话。嗨。哎，李哥，李哥，我得哦。DJ Cool， Welcome to Taiwan。欧巴搭上防疫计程车，在下午1:17抵达台北最贵隔离旅馆汉御酒店，入住18000台币起跳，最贵房型一晚则要价9500元，隔离10天，少说也要喷个8万元呢。来啦，又怎么样？But 位在信义区的汉御酒店跟大 S 住处仅仅相距2公里，想把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变成负距离，得先忍完朴实无华的10天哦。所以其实它非常简单，就是这样。这就是在信义区最贵的隔离饭店。对热，先别管韩剧热播了，台湾版52/45看来也准备昂起来了。不晓得王小飞的阿布张兰有没有吃到这个瓜嘞？我非常欣赏大 S， 这不是演员，她是个艺术家。这个媳妇儿我认定了。王小飞这10年变得更优秀了。我感恩遇到这么好的媳妇儿，谢谢大家啊！안녕하세요，안녕하세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